谢谢辽宁电视台，大家好，我叫张海波，今年59岁，我的爱好就是爱写诗歌，大家觉得怎么样？生活中的我一直保持着锻炼的好习惯，每天都会早上2小时，让我自己的生活节奏自律且健康。我还喜欢去活动中心，体会运动的快感。我想我是非常热爱生活的，一个积极乐天派，喜欢下棋，喜欢看书，偶尔写写自己的小诗，算是动静结合吧。而且我还是一个三好男人，不抽烟，不喝酒，不打麻将，这样的三好男人你喜欢吗？希望找个对象，在这儿找个幸福。大家好，我是他姐姐，希望他能找到自己的幸福。弟弟加油！爱的选择，我来了。